今天呢，一样照例，一年一次的哦，还没开始吧？一年一次的大八六九，大八六九的那个。好像是不小心的，对啊，是不小心的。刚刚是不小心的。好，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现在是在那个大八六九部落，新年快乐，大家！每年一次的烟火就要开始了，然后跟大家说，台东非常冷，而且现在下雨，现在在飘雨，所以。尽量让大家看到清楚的烟火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是的，大家新年快乐的，大家都平平安安的。Oh my god！ 必须要拉远，拉远，拉远。祝大家在今年呢都顺顺利利的，然后期待一下今年户外的演唱会，然后谢谢，再次我们要谢谢那个我们大八六九部落的青年会，然后希望大家每年就是如果你过年有出去走一走的话，来台东玩，台东真的很棒，非常棒。刚刚有让你们看一下，整个台东市都在炸裂开来了，都超嗨的。